老爸，陪我玩会儿吧。爸爸工作很忙啊，你先自己去吧。老爸。是什么？少来了，上次你把野猫当狼人，上上次把烟囱的影子当鬼魂，还有上上上次，这次是真的。最近我总觉得半夜窗户外有眼睛盯着我，还有屋顶总有的脚步声，听见了吗？就是他来了。他好像怕我们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笨的鬼呢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东西。别发呆了，快追。在那儿。小鬼，你不怕？你走前面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玩偶熊。来了。很小的时候我非常怕黑，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，
后来妈妈送给我一个超人熊公仔，她说：“大熊，你要像超人熊一样勇敢呢。”从那以后，只要有超人熊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波斯克罗维奇号出发，波斯克罗维奇号出发。难道这个就是波斯克罗维奇博士的机器人？献给小托米啊？难道是天气预报员老托米？所有被孩子丢失或者抛弃的玩具，最后都会来到这里。这里就是玩具牧场，而我就是这里的守牧人。玩具牧场？很多个夜里，有的玩具停不下对主人的思念，就会回去偷偷看看主人。可惜，很多玩具迷路了，或者累倒在了半路上，又或遇到不测的危险，就又回到了这里。我的波斯克罗维奇号，你又回来了，飞啊！你的玩具也找回来了。是啊。阿离，这个小木马送给你。啊、爸爸真好。阿离，小木马会一直陪伴着你，给你带来温暖，使你勇敢哦。